Happy Thursday, everyone.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another session of our Publicity live Facebook, Getting to Happy and Joyous Club. And today is our number 30th, 3-0 session. Yay! Okay, good morning to our Facebook viewers and also to our members, Expo members who are here with us. Good morning to our President Mui Cheng, Secretary Li Ji, our Cloud Director Maggie Chong. Our member Catherine Ma, welcome, and our friend all the way from KL, Rajvi. And Liang Xiangjie, 早上好. And this morning, our interviewer is none other than our this happy and joyous, energetic lady, Sister Kim. Sister Kim, somehow, look at her, how happy she is. Huh? She's so happy and joyous all the time and very active, joining us the morning daily Zoom and other activities too. Okay, we'll know more about her in a while. And today our interviewer is always none other than our President Mui Cheng. Over to you, President Mui Cheng. Thank you, Pauline, our Publicity Director. Yes. Hi, happy day, happy day. Welcome to the Getting to Know Johor Bahru Happy and Joyous Club. Today, we are privileged to have our Sister Kim, who has been with us for some time. 现在我要问我们的 Sister Kim 什么时候加入新山开心喜乐俱乐部啊？ OK， 我想一想，我好像在 2020 年3月份，我是加入 johor新山喜乐俱乐部，是那个 Rolling Day 老高进嘛，他跟我讲，大嫂，入来，然后送耶。 我讲五十米胡顺，他第一位是你，他刚毕业，不然一刀，那啊，四个来参加，那都有噶，一打刚的，我听了头，我讲我不要，我不会，这样我走掉了咯，我就没有参与咯。那到那天啊，叫我进，我就参与咯。那我参与了之后，我才觉得哇，这个。 新山喜乐俱乐部，哇，蛮多的，参与的东西，什么都有，我很高兴我参与了。那我慢慢的学习，我每天9点到9点半，我从来很少miss掉，除非我去旅行，本来我就每天有进的，啊，没有一天miss掉的。 OK， 就是这样。Sister Kim， 看到你这样开心啊，我就知道。 你是从新山开心喜乐俱乐部的那个 Zoom Ladder 开始的哈，所以就是说，之前你还不是去认识那些 Ladder Yoga 在同样的那个花园，只是在线上哈认识我们哈，啊，所以你的感受如何呢？初我有一点排斥那个 Ladder， 我就会说这么的笑，好像小人。 我不会接受，那我之后哇，里面很多的节目，那我也很努力的学习。以2021年，我得到了Dr. Garia给我的文凭，那除此之外，我很好练，我很好练，那个很漂亮的毕业照，我给你们毕业照片。 哇哇哇！去了哪？有啊，我的毕业照片啊，哈哈哈哈！人怎么不了？你看讲你像特别哈，有人有这样拉的有个的毕业照，我 Kim special one， and then I got Yeah，给我真嘛？可见的啊，你得到这样多益处啊，就是因为你很热心的来参与，and then 你的女儿和儿子们哈、啊，都对你的这个参与哈、啊、很认同啊，好、啊，所以看到他们也是很支持你啊，做一个帽子给你啊，这个。
跟你打扮一下哦，真美啊，说很好，这个就是说啊，哇，谢谢，你穿的衣服装哈，就是拿到一个奖品哦，我那你感谢比赛，服装，我拿红包，你看这个是体重，我很高兴，那我在这里面，我认识很多朋友，你看这个。 还有在Zoom，我有参加了那个，我没跟办的美美，哪一个是我？你们找到吗？<笑><笑>啦，帮到我啦，哦，你看，你如果是没有参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打扮？你一定不敢嘛。所以你看这个，这是人，人相见。<笑>给我掌声啦！<笑>很好，很好。OK，so我可以看到你很开心啊。So在这个时候啊，我要知道你最大的收获是哪在哪一方面呢？你的最大的收获？大的收获，我认为说在Zoom里面，我可以每天都欢欢喜喜，欢欢高高兴兴，不是讲每天出了睡觉看电视无所事事。 浪费我的人生，这样我里面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跨进了一步。我有参与，我有朋友，我的朋友一大堆。你看这个是，那大部分是在后面。像我跟 Maggie 是失散了23年，在Zoom里面，我从找回 Maggie，Maggie where are you？ 能够找回朋友，还有这个照片里面有是老师，我跟是我的女儿，是这样在Zoom里面，我们也重可以见面，应有尽有。所以你找回你的友情啊，在这个哦以前的朋友已经失去联络啊，就是有一个机会联络啊，这个是很好的场合哈。 怎样看到你自己本身得到这样多好处的话，你可以去分享给那些朋友，他们都是有不同样语文的英文、华文、英文教育啊、华文教育啊，他们都可以来一起眼神交流啊，一起开心啊，在 Zoom 里面也是在外面里面也是这样的开开心心啊，有很多见啊。有，我有事都有，你我们。 我妹妹还有一个是Maggie， 不是 Maggie 叫我的亲家母啊，她 Helen， 对 Helen， 我的婶婶 Vicky， 她也是参与，那么我感觉到他们能够把这个快乐分享给他们知道，那么他如果愿意的话，能够来我们参与我们的 Zoom Every， 这是。 好的，参加了Zoom哦，人很快乐，哦，会老，开开心心，每天不老，会生病啊。可是我今天，我可以讲有一件事情，我很高兴的，就是看到你的女儿啊，每次帮你在乌丹曼大派你做大笑啊。 从眼到镜啊，哪一个啊，某一个方面，他都来跟你拍照片，所以可见的，他们也是看到你很开心啊。呀，他们都 support 我在Zoom里面，尤其你去旅行啊，他们也是准备你进 Zoom 嘛，哈，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啊，你可以跟人家分享到这个场合的好处啦，就是说他们在背后支持你啊，啊，对。 对吧？啊，所以你也是参加到，在这个时候你就进步自己本身了啊。哦，尽量多多进来参与我们，我们里面好多的学习，全部不用钱的，有老师教导舞蹈，什么什么都有，文课程、马来文课程，现在马来文课程比较少了，英文课程还有舞蹈，还有唱歌，什么都有。 打苦应有尽有，所以希望你们在外面的人不要排斥我们的拉德勇啊！大家快快进来啊，里面是宝啊！希望快快进来啊！
很谢谢 Kim 跟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节目啊，因为这个节目就是给我们的听众们知道啊，这个场合是会改变一个人生啊，因为当我们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然而然跟人家分享啊。 So 很谢谢你的时间，今天你跟我们分享的，我们都也是得到很多收获，因为我们也是可以帮你分享出去，说你得到的艺术是如何，尤其你已经超过80岁以上的人啊，你还是很开心啊，就是在以后啊，每一个人看到你开心，我们也开心啊，哈哈哈哈，谢谢你 Kim。 啊，现在我pass over to Publicity Director，Pauline。哇哇哇哇，Sister Kim，谢谢你哇！你看你几开朗，几开心啊！Look at her，the happy and joyous Sister Kim，and you will never able to judge her age. Anyway, I'll let you know she's 82 years old. Wow, happy and joyous, energetic Sister Kim. Yes. Age is a number. Yes, yes, yes. Yeah, thank you, Sister Kim, for sharing. And also thank you everyone here being with us, especially our Facebook viewers. Before we say goodbye, don't forget to share, like, and comment. And to see you again next Thursday. And also goodbye to our ESCO members and members here. Okay. Goodbye to everyone. Bye. See you all. Take car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